年的727首不同的歌曲。我今天要翻唱的是沈文成的《遥遥问回永州》。不安心首里面我有总共唱了一次的日语歌，还有一次的是那个红绒红的叫做温暖的温暖的山雪。好，所以这首歌呢是那个沈文成的遥远的回乡路，相同的曲哈，相同的曲哈。所以我觉得他最近这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他又有在就出了这首歌出来，所以我就想说那么好的旋律好再给他学起来跟朋友们来分享。但是在接下去看着这条歌，我这边有这个旋律已经很熟了，根本再把歌词套进去就可以了哈。因为有很多这种歌的话都是那个日本的曲好弄过来的哈，所以再把它填词进去起来的话就是就可以一首歌了哈。这是以前的那个日本曲哈。
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，也感恩呢一定对着一路以来的支持，谢谢你们哈。哎，走到了727首，非常高兴哈，我会慢慢的增加哈。现在一开始以800首为目标哈，800首为目标，再慢慢的、慢慢的增加，800首到的时候再说了哈哈。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呢，如果说啊，你播啥地呀？啊，喜欢听啊，也可以加减听，风跟听啊，拍听的听挂掉哈。阿丽娟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哈。我们就下一首歌再见 ，Sayonara， 拜拜，再见。